这个房间一个晚上28700多。温的啊，你体感温度有问题。屁呀，温的。Hello, it's me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来到阿里山上面的阴地歌酒店啊。那这个酒店呢，是在今年2月最新开幕的，双人房一晚20000多，这个真的是破费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好点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身为专业的医生，我帮你看一下。专业医生，果冻。台湾海拔最高的五星级哦，这个我做功课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去那边。这个是麦克风，我帮你。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。就是它很多都是配合他们竹子的设计，然后shut up，然后他们。哎，我认识洲际酒店的老板，但是他不认识我。有什么毛病？是鬼故事吗？走走开！他们周族就是他们习惯，就是可能大家住在一起嘛，然后一区外面他们就会盖一个，就这种分享，啊，是那种 share 的分享，就是大家可以联络感情，有点像交易厅的地方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洗手间它也是有故事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在这个分享已经吃完东西之后，想要拉屎，我想吃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房间一个晚上28700多，将近30000块。哦，然后我有订晚餐，晚餐一个人2600左右，所以今天就是走一个极致奢华路线。开箱看看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打扰了。哎。好重，插房卡啊，小姐。Open Lion。进来第一件事不是插房卡，为什么卡不住啊？哦，阳台。哦，风景，风景，风景。哦，哎，可以啊，好美啊。啊，你包包怎么放下？不要乱丢。怎样？你有毛病是不是啊？吵架是不是？我还有浴缸哎。哦呦！哎，你过来看，你过来看，这个泡澡以外还可以顺便看风景呢。没啊，拉起来被人家看光光啊。哎，你看外面还有阳台。我现在看到那个山好漂亮啊。嗯。很chill是不是？看我这边风景。小姑今晚睡这。喂。喂。他应该出来吧？啊？好怪哦。他们的这个很厉害，你有在拍吗？这个全部都是免费的，你看。哦。然后他这里就有各种可能什么早餐茶，哎，好特别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。这个是玫瑰柠檬，柠檬饮。哦，这边还有拖鞋。哎，这个拖鞋不错嘞，这不是纸的，厉害的，不是纸的。这是毛毛的。你要敲头嘞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阿姨住得开心哦，房间很棒，真的很棒。你不要那边双面人，房间真的很漂亮啊，你要这边。哎呀，别烦我，我跟你真别烦我。哎 ，Joyce，Joyce， 干嘛？滚啊！你到底换？你到底换泳装要换多久？我哪有换泳装？在房间等你等了30分钟。等了30分钟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来到这个饭店的无边际泳池。那边呢是热水区，这边呢这是温的。这是温的吗？温的。这是温吗？确定吗？温的啊，你体感温度有问题。屁呀，温的。Hello。It's me.
我的转告，等一下，故意上来。你刚刚说想推我下去，他刚刚是不是有说想推我下去？对吧？屁股很帅气，没事。你看他屁股要穿进去，看太疼。不要吵。很冷，你不要再咬我了。我是不是一直要给你？我倒不下来热水去。他好烫哦！他这个水是热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可以在阿里山这边这样子看着这个山景，就很冷。然后你可以在这边这样泡着泳池，泡着热水。对对对，你知道我刚刚在房间的时候，我有讲说，我觉得28000的房价，这个房间有点偏小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泳池值得，因为通常人家房间饭店的钱也有包含着一些周边设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这个泳池值回票价。你的那个拿出来啊！这都湿掉了。你洗坐。外口。那看起来像一坨垃圾。你的杰作啊！哦，谢谢。什么？拍到我穿那么多。姐姐，谢谢。不是。你的杰作，看清楚。我建议你买下身围着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嗯，太冷了。围着。这边的晚餐呢，算是半自助式的，它还是会有前菜啊、沙拉，然后海鲜炖饭是自助的。它那边有自助的 buffet。嗯。对，然后呢，接着就是海鲜炖饭，然后主餐可以三选一，有牛肉、鸡肉跟猪肉。嗯。对，然后还有甜点，还有红酒。想要去看它的 buffet， 听说有石鲑鱼，我超爱石鲑鱼。自从真鲜石鲑鱼越来越贵之后，我的心很痛，你知道吗？汤生尾鱼和风超不同。不狗屎！我看起来那个，你土匪啊？你怎么刺客啊？哎，是尾鱼和风沙拉，超酷的、啊。鲨鱼烟，鲨鱼烟。哎，我超爱吃鲨鱼烟。哎，叫免治。龙虾沙拉要不要拿来吃？可丽露来炒。哦，这个本来迎宾小姐是可丽露，你爱吃吗？你爱吃吗？超赞。谢谢我。你这旁边蟹肉棒，我先拍甜点。我刚也看到蟹肉棒，这甜点很赞。哎，好啊，这个字真的蛮像蟹肉棒。这个饭的量是喂小鸟。你是很饿是不是啊？啊，继续加油，跟你讲吗？哦，好，然后好学生跟坏学生，这个汤是希腊，叫什么？希腊酸奶苹果浓汤。这龙虾酸奶好好吃哦，真的。好，等一下，然后这个是洋葱汤，然后我看到它里面有肉块，哎，这是什么肉？牛筋。牛筋啊，很香，因为我还没有喝这个。可我刚刚喝的这个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太甜，因为我肚子很饿。然后这个是芥蓝吗？哎，你的马铃薯发芽了。哪有？无马铃薯。哪里有？有啦，这个是榕树的那个种子大便。芥末籽。哦，这个是我吐出来的老痰。直接啃是吧？好吃吗？我确定了，这是鸡腿。评价一下哦，你那牛排，它应该是有被熟成过，还是什么，就有处理过。它的风味比较不像是一般五分熟的牛排。我们今天继续抓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该来做个结尾了吧？吃饱喝足了，是不是？玩也玩够了，房间很新很漂亮，然后又有阳台，又有风景。但是呢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偏小。房间的钱28700来说，我觉得那个泳池是真的非常棒。你就把你最真实的感受说出来，反正我们今天也不是业配，也不是收到什么邀请才来的。最真实的感受就是，对，我们今天是自掏腰包，真的。你超烦的，我在那边吃什么，然后把大家。请你不要把对我的个人观感放在对于这个饭店的评价上面。
妈妈好像也有讲到说，哎，这边就比较小孩子的那种亲子风格的感觉。可是好像听说，Indigo 他们就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他们的餐厅区啊，就是会想要让大家有一种就是比较轻松惬意的感觉吧。可是当你一餐这样一客要2000，然后还要在地板，还有厕所那些什么，然后像他的床头被那些，就还有那种枫叶的感觉。看过去之后都是纸架式，怎么讲，纸就纸的那种木头的栅栏，然后它就是也是一种视觉上的表现，就是现代的饭店结合的。他们这个是大有来头，他们之前好像是新加坡、泰国、在台湾都是这样。你随便一看，哎，什么？你随便一看，就是哪里你都可以看得到乔氏，真的没文化的人。哦，你讲完了。讲完了啦。像我觉得，你看像那个垃圾桶啊，有没有也有那种编织的那种感觉？